小 S 呢，她本身就是那个瞎眼馋，就是要点很多菜，可是只吃了一点点。陈建州是客家人，很怕浪费，所以他就会把小 S 剩下的饭都吃掉。可是小 S 有一阵子戴牙套啊，然后他吃东西的时候，菜都会粘到那个牙套上。他就坐对面，我就这样看，吃一次我觉得哎还蛮好吃，比如说猪排饭，吃一次要这样看，因为他表情是这样。你看见？哎，可是吃一吃，重点来哦，每次就会当那个垃圾鱼嘛，这样吃。其实上以前呢、啊，那个娇娇还不爽。你刚才好嘛，刚刚那段剪掉。你马上跟我说，老大对不起。老大对不起，老大对不起。